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illiam， 欢迎你们回到我的频道。上周末我跟朋友们一起飞到吉隆坡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，那今天的影片就是跟大家分享演唱会的点滴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请大家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加开启小铃铛，谢啦。一下飞机我们就去了入选2023年米其林指南的 Hengge Bakudae 吃宵夜。我们到的时候大概晚上11点多，哇，还是很多很多人。我们这次点了汤的 Bakudae 还有干的，再加上一些小菜，全部都很好吃。那个汤头很清甜，喝久了还会回甘。然后那个干的 Bakudae 它有加吊片烹煮，所以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香，也很下饭。你们如果有机会来个蹦的话，一定要 try 一下哦。这次入住的 Airbnb 很普通，不过窗外的风景蛮美的，可以看到整个吉隆坡的 skyline。Thank you.
不要再想什么都要来了。爽了，那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，谢谢，拜拜。